静修解要报恩谈，黄念祖老居士讲述，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恭敬整理，狮子吼净土专修网护持制作，王大川、崔国夫联合攻读。第二十拜，一心观理十方世界，示现广长舌相，说诚实言，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，欲令众生闻彼佛名，发清净心，意念受持，皈依供养，所有善根至心回向，随愿皆生，得不退转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恒河沙数诸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在下第二十浪，普理十方的佛。所以现在不仅仅是理极乐世界了，还要观理十方世界。十方虚空啊，中间有无穷的世界，在十方世界之中都有佛呀，他们示现广长舌相，十方世界的诸佛在示现广长舌相，三十二相里头有这个广长舌相，释迦牟尼舌头吐出来之后，舌头能整个挡住自个儿的脸。我这个舅父是南梅呀，他也有一个异象，他这个舌头伸出来能舔到自个儿的鼻子尖儿，所以他一说法大家都很拥护的，称为南梅，讲经很多，也有著作，所以人称南梅北下。佛的广长舌相就是能自负其面。现在阿弥陀经里头十方的佛现广长舌相，这个广长舌相就大了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这就是说，不一定我们要看舌头要这么大，就是佛所说的音声啊，说法这个法音啊，这个法音能够遍满三千大千世界。所以十方的佛示现这样的广长舌相，使得声音贯彻到三千大千世界，说诚实言呐，所以佛都是没有妄语，最真实的话呀。这个诚实言是什么呢？都在称赞呐，称赞我们的无量寿佛的不可思议的功德。所以阿弥陀佛是十方佛都在称赞呐，名闻十方。十方的佛都在十方各个自个儿的三千大千世界对自己的一切有情，在演说阿弥陀佛的功德。为什么要演说啊？欲令众生闻彼佛名，愿意自个儿本土的众生，愿意十方的众生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。听到了这个名字，大家就发起清净的心，我们不是一种染污的心呐。所以很多使人动心的呢，是些染污的东西。现在是闻到佛名，闻到这个道场，大家发起了清净的心呐，意念受持。阿弥陀佛这样的功德，就意念阿弥陀佛的功德，这样大慈大悲大愿大力，这样子一向助真实慧大智慧呀，来为众生啊救度啊意念呐，而且要受持，要接受，要执持，要修持，要皈依，我们应当依止依靠阿弥陀佛。我们要供养，我们这个供养，大家现在一般大家供养只是局限在交一些钱呐、献一些东西呀、上供啊，这样作为供养，这也都是供养。但是更好的供养是法供养，所以一切供养
法供养罪。那法供养是什么？你就是如说修行，就是最好的法供养。你发菩提心是最好的法供养。所以不一定就是要献这些啊，摆这些供品，摆些什么的，我以前在这些事情上也是相当执着。从河南回来以后就变化了，这些就看的是很次要了。所以这个供养是要有法供养。所以有人说，别人来送这些东西来结缘也是一种好心呐，你应当。我说我是让大家把这一般的这一种的供养变成法供养，不就更好吗？法供养的功德大得多啊，所以我们供养也是如此。对，阿弥陀佛供养也是如此。财物的供养是不如法供养，如说修行，依教奉行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是真正的供养。你看，皈依供养底下就是所有善根至心回向，所有我这些善根以至诚的心来回向。回向什么？就把我的一切功德都把它回转向于求生极乐。求生极乐这个求不是个人的享受，所以我就说有人求佛就愿意现在得佛保佑，一切平安，一切吉祥，发财，升官，死了之后我要到个好地方去，比别人还好，就是活的时候要好，死的时候要比别人好，只是一个为自己的打算，这个就往生不了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所要求的是利他呀，我要度众生啊，不是就是为自己，都想到自己。这个你是可以得一点福，佛可以满你的愿，但求往生就不可能了。他是大圣法，他都是大圣，大圣都是利他，不是阿罗汉。我们说为什么要求往生，就是我们要最快最彻底来实现咱们度众生的愿望。我们愿意度众生，但你怎么度？自己还在水里头头出头没，我要想把水里的人都救出来，这不是个空话吗？所以你自己总要会了游泳，你自个儿有了救生圈，你自个儿再有救生艇，再有大的船，你这才能真正的救人呐，苦海救人嘛。所以到极乐世界就是为了这个嘛，你很快的成功，你就有办法，你可以分身到一切世界，种种说法，种种救度，度无边的众生啊。我们往生是为了这么一个大事啊。再结合自己来说，我们多少生中这一切我们有多少亲眷，今生有亲眷，过去生中也有亲眷呢。今生对于亲眷的爱护种种的，你前生对于你那个亲眷同样是那样爱护，中间不过是隔了，如同演戏，那场戏下了，换了这场戏，你就把那个全忘光了，实际是一回事嘛。你今生如此，来生你这场戏完了之后又换戏了，你这就全不管了。这些人里有很多在地狱中，在油锅那儿受罪，盼望他的亲人来救度，而我们正是他所盼望的人呐。别人还没有这种可能啊，那么我们就要很快的来成功，我们才能去救他，才能满他的愿呐。所以这么一想，我们就要精进了，我们不能够懈怠，实际真是这么一回事。那么这样的话，随愿接生，
我们是闻了佛的名，闻了佛的功德，才意念受持。佛就是多生多劫为了众生种种的勤苦啊成就啊，因此我们也愿意来救度往生。我们得道不退转，往生一定三不退转，乃至得道无上正等菩提，乃至于成佛呀。底下十方的佛是这么在劝导众生，这些佛有恒河沙数那么多，我们在这儿一起一同顶礼，顶礼十方的佛，所以他这个法就是广大呀，是不是？大家看看，时间很短，文字就是不多，但是你这里所礼拜恭敬赞叹的各个方面都是很重要啊，很深刻呀，而且很广大呀。注意118，在原始录影中讲解至此处，有人问念公要不要休息一下，念公很坚定地说，我们讲完这个，讲完这个再休息，我们就不多了吧，把今天要讲的讲完了再休息。我看时间够不够。念公随时随处保持勤苦坚毅的修学态度，于这一处细节亦是体露无遗。119，梅光熙老居士，字杰云，江西南昌人，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，岁次庚辰，梅氏为洪都望族书香世家。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，出任山东省高等监察厅厅长，他在济南新西门大明湖畔组织佛学社，设佛学讲座，定期讲法相唯识之学。在台湾讲经弘法的李炳南老居士就是当时梅老座下的学生，梅老第一部唯识学的著作《相宗纲要》，此书出版于民国九年1920年，欧阳靖吴先生为之作序。这本书是把唯识学中最繁琐的名相，如三十教相、五位白法等，一一加以解释，首尾相关，极有系统，总计条目152条，相当于一部法相小词典。第21拜，一心观理，四维上下，称赞本师于一切世间说此一行难信之法，劝诸有情至心信受，护念十方念佛众生往生净土，恒沙世界一切诸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再观理就是恒沙世界一切诸佛，这一切佛他们是在赞叹咱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呀。四维上下，东南西北称为四维，上下就是中国六合之内，这是一个六合嘛，四方又有上有下，不就六方了吗？四个角就都包括在里头了，就不用说十方，只是六方。所以在秦译的《阿弥陀经》就是六方佛，六方就够了。实在印度文是十方，玄奘法师翻译的就是十方，那四个角鸠摩罗什法师给省掉了，六方够了。所以夏老师汇集也是保持了六方，没有十方，但是把慈悲加佑令心不乱这些摄受进来了，四维上下称赞本师，称赞咱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。称赞什么呢？称赞本师在这一切世间呐，在这样的世间里头，种种的世间，一切的世间来说，这个一行难信之法，这个难信是一切世间都难信的法，不光人信不及，天比我们聪明的多，他也信不及呀，高的天也信不及呀，
色界天，无色界天，一切世间难信的法。释迦牟尼佛于一切世间说此一行难信之法，劝诸有情至心信受。四维上下称赞本师说这个法，这是所顶礼的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十方的佛自己都在劝这一切有情要至心信受啊，这是难信的法。十方佛都在那儿帮助劝导众生，你们要好好的信受啊。对于释迦牟尼佛所说要至心至诚的心来相信来接受啊，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说，而且十方的佛都在护念十方的念佛众生。所以我们在念佛，我们不但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护念我们，你是他的好学生啊，阿弥陀佛在护念你，因为你想去呀，你要去求学呀，十方佛都在护念你呀，这个十方佛都在护念十方的念佛众生啊。就是你这个真正发心念佛的人，你得到十方佛的护念，这就使得你能够成功，能够往生净土。所以这样的诸佛遍满于恒沙世界，我们在遍历恒河沙那么多世界的一切的佛，这就广了，我们就要理他，和我们关系也如此。他称赞我们的本师，劝大家好好接受本师的教导，而且护念一切的念佛的众生。所以这一种我们在礼拜在恭敬佛，这就在拜佛，这就是功德。你知道这个佛的功德增加咱们的信心呐，我们不是孤立的。念公讲到这里，对面前听众酣然而笑。所以有很多人总觉得我在外面参加一个地方，人非常多，道场非常盛，这个师父非常有名气，很热闹，天天在有建筑什么锣鼓喧天呐，香烟缭绕。这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真正的用功去修啊，你这虽然是清净，你这儿是十方之佛之所护念呐，所以我们所跪的是山林中的佛法，不是要求城市里头佛法的那个热闹。所以自古以来，山林中的佛法和城市里的佛法是不一样的，一个就是要广泛的结缘呐，热闹啊，一个就是清净啊，真修啊，这两个不可得兼呐，大家都要知道啊。你要去忙乱之后，种种忙乱了之后，正果法师有句话，他说你认识一个人呢，他就在你的脖子上挂一根绳儿，挂了根绳儿之后，他不定什么时候他就来揪一下，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高兴，有了绳儿嘛，他要揪你一下，你挂太多了，这个刚揪完一下，那个再揪一下，老有人揪你，你就麻烦了。所以说现在我觉得要避免这个热闹，避免这个让别人老揪一下。但是如果我们互相为了说净土法门，为了巩固大家的信心，宣传正法，这个就是再辛苦也是应该做的，这个要分开。这些事不是被揪，是我主动的，尽量避免被人揪，不愿被人拉着鼻子走。我也有我的计划，这些事跟我计划，在我计划相合，我尽力去做。因为年岁有限了，这跟我这个计划不合的，我尽量避免呐。不能舍己寻人呐，能够做的那个力量也是不多。
我们只能是踏踏实实的做几件对于佛法、对于众生有益处的事情。所以希望大家要护持，希望能做的事儿做成，每一件事做成是不简单的，都是好多好多障碍呀。注意120，正果法师，1913年至1987年，四川省自贡市人，俗姓张，19岁从中江县寿宁寺广渠和尚剃度，21岁受戒于成都文殊院，先后就学于重庆华严寺天台教理院和重庆北碚汉藏教理院，在汉藏教理院曾从太虚习佛6年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1954年任30学会研究室主任，又应中国佛学院之聘主讲佛学，一生从事培育僧才的教育工作，曾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副会长、北京市佛教协会会长、中国佛学院副院长、北京广济寺住持。第22拜，一心观礼经云：当来经灭，佛以慈悯，独留此经至住百岁，欲思经者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是故我今至心顶礼，广大圆满简易直接方便就近，第一稀有难逢法宝，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礼经云，经上说这就是礼拜我们这个经了。当来经灭，这也是经文呐、啊。以后佛经都是要灭的，这个经叫做法灭尽经。所以有人说你们佛教也是要消亡的，我说我们佛教从来没有说要赖在世界上不走，我们早就说过了要灭尽了，第一步灭的是楞严经，所以我现在是比较着重这两头啊，一个是第一步要灭的，一个是最后存在的，这是两头。第一步要灭的是楞严经，现在已经看出来了，最有名的学者他们都在做文章说楞严经是假的，这种学说现在还没有破禁呐、啊。所以是有两派呀、啊。你看现在虽然都这么说，圆英法师还是做注解呀，这是一派呀。而像吕澄他就是楞严百味考，从100方面来说都是假的，这也是很有名的学者。学者解而不行，增长了邪见呐、啊。他们后来这一批人，湖北他们这些人，还有王恩阳什么，又要说华严也是假的等等，因为跟他们那个抵触了。小始终顿圆，法相为是。小始终顿圆这50，小是小圣，始是开始说大圣，宗教大圣法终了，而顿特别了，刹那成就了，圆就是圆满呐、啊。圆教，他拿这个始教的观点来反对圆顿教，所以他们错误就错误在这儿呀。根器不同，说法就是不一样。小圣不谈成佛，就是最多你证阿罗汉，到了始教你可以成佛，阐提不能成佛。大家听过这个话，阐提不能成佛，而宗教就不这么说了。宗教就是说都有佛性，阐提也具如来智慧，所以阐提也能成佛，这不就矛盾了？
当然是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，而顿教就不一样了。顿教说刹那间可以成佛，迷就是众生，悟就是佛，一悟就是佛呀。什么叫三大阿僧祇呀？圆，那更是圆融，圆含一切。因为对象不同，说的法就不一样。比如这数学老师，你现在讲欧姆定律，你给初中讲，就是代数式子，电压电阻之比等于电流，代数式子，这是常数。你要到了高深之后，实际上就不是这样了，是微分的式子了，微分的电压除微分的电阻等于电流，都是变化的，瞬间时时在变。但是你把这个要给那个刚开始的学生没法懂啊，这种矛盾是必然的，这是教师的巧妙。所以你不可以根据我这个初中学的代数式说你大学念的你那个不对，你这个跟我不一样。现在这些人犯了这个毛病，所以种种的病如盛宴的病就财色的心没断，拿这个心出发在这儿坏佛教。像吕程他们这些都久学成了偏见，这样的一些毛病，所以各个的毛病都成为障碍。经将来楞严经是要灭的，所以首先有人反对呀，将来慢慢的就越说越多了，他们的这个言论占上风，久而久之大家都说既然是假的谁还念呢，必然会灭呀。所以这个不能抬杠，也不要担心，而且自然佛说在前头了，现在这个趋势也在那儿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还有一部经最后最后还留下来的，就是我们的无量寿经啊。我曾经怀疑过，我说无量寿经很深呐，这样的经啊，到了末法的时候啊，众生只有十岁的平均寿命了，我们是减劫，寿命是在减，现在我们的寿命在增长，这是个特殊的现象。我也没有什么，我就是自己这么猜啊，可能是一个中心的瑞象，人的平均寿命增长了。按简洁说，每过百年人寿减一岁，最近呢看来是人的平均寿命在增长，也正好跟西藏的传说密宗的传说佛法要忠心于世界，这两个有不谋而合的地方。现在姑且我们先这么看，这是一种忠心的瑞象，所以大家能够长寿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要是说快八十岁的人还能这么想，那就没有了。六十岁都是人搀着，两个人架着，老太爷了。那他们现在，念公指了指身边坐着的男众居士，然后说：像他们这个岁数现在还能当小伙子，过去那都当做老太爷了。寿命长了，这是一个好现象，这个是中心，不是老长的。到经灭的时候，人只有十岁，所以那个劫我们将来来的劫是刀兵劫呀，就是人和人之间不能见面，都是互相要杀，都互相怀疑，我不杀掉你，你就会杀掉我，所以见面我先动手，先下手为强，每个人都是想先下手为强，所以就杀光，人类自相残杀，杀光，所以是刀兵劫。到了那个时候了，最后人类消灭呀，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过去，等待换下面的一个劫了。那么这时候还能念无量寿经啊？
《法灭尽经》里头说得很好，佛说人类这个时候法运在这个时候就像那个灯，油灯要灭的时候，蜡烛要灭的时候，忽然间特别亮。所以人死的时候就像夕阳无限好，那也是回光返照，特别好看。人快要死的时候，忽然间神志清楚，会说很多很多话，然后他就咽气了，也是回光返照。这个是整个的法运的回光返照。所以最后这100年，人类的聪明智慧能接受无量寿经，就是如同他这个蜡烛快要灭了，反而比平常更亮，因此他能接受了。那么能接受呢，还有很多人得度，这个再过去会念阿弥陀佛，就是阿舍离，金刚阿舍离，别人不会念四个字了，再过去就没人能念，空中现几个字你还能念还能得度的，最后都没有了，那就法灭了。法灭尽，当来尽灭，佛以慈悯，佛以慈悲心怜悯大家呀。独留此经，只住百岁。什么经都完了，而独留《大圣无量寿经》在人间存在100年呐、时间也是不很长呐，只有最后这100年呐。欲思经者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遇见这个经的话，随你的意思，你所愿的事情都可以满愿呐。是故我今至心顶礼，就是说我们修的人，修32拜的人，因为这个经最后由于它存在，所以我现在以至诚的心来顶礼这个经啊。到最后什么经都没有了，就只靠这部经了，以至诚的心来顶礼这个经。这个经是广大、圆满、简易、直接、方便、就近，是第一稀有难逢的法宝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要来顶礼这个经啊。最后还来度众生。广大，这个经的内容是普度一切。这个内容是广大，上至极深的华严的十玄，以及人天圣，下至娑婆世界众生如何种种的造恶啊。所以从人天圣一直到圆教的华严，无所不包，广大，所救度的众生是一切皆得度。许多大菩萨不听闻此法都退了，这部经十分广大圆满。有了这个经，众生他就不再需要其他，所以这一部经就够了。有的经给你很大的启发，但是整个在修持上你不见得用得上啊。金刚经和阿弥陀经都是家喻户晓，但是很多人就是知道了金刚经，你能够理解，也可以随文做观，也可以随着文字般若来练习着观照般若。有的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个众生就是办不到的了。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像如梦幻泡影，这个你把它看淡一点呐、这个众生可以做得到，这个无住生心，那要到登地菩萨他才做得到。登地的菩萨登地以前，这三贤位只能在无住的时候就是无住，不能生心，在生心的时候只能生心，就不能无住。而无住还生心，生心还无住，要登地的菩萨才做得到。所以你知道了这个经，金刚经，知道这个书圣，但是对于众生来说，他这里头要能够得到法义，就不是能够跟生活打成一片，跟一切一切随时随地都能用得上，只能用得上其中很浅的一部分。
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你看到这个如梦如幻呐、啊？当然，这个对于很多人就够了，这一关他就没有破。他对于一切有为法，他正是津津有味。但是你把这个破了，不怎么样啊？你就是看了如梦幻泡影，你顶多就是不作恶，做点善，还是不出这六道啊？你怎么才能出六道啊？一般都是要庶出，那要断见思惑，那很难呐、啊。所以方便不够啊，又要有方便，又要有理论，又要有实际，有种种的圆满，那就是无量寿经是圆满呐、啊。这么圆满的一部大法，它又是很简单嘛。无量寿经并不很长，一本就完了。而且是你念，只要念六个字啊，再简单没有了，小孩都能念。所以很多小孩就念呐、啊，照着念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而且直截了当。你念的是什么？就是你自心呐、啊。你念佛，你就此身已在含元殿，直截了当，你就是本尊。禅宗密宗都在里头了，所以也是广大直觉呀。这个始觉是和本觉的，所以直觉。珠子放光就照珠子本身，多么直觉。手电灯就照到外头去了，向外面去寻找，自个儿是什么反而没照着，外头很亮，远处很亮，这就不一样了嘛。方便，度生来说都可以，最容易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一个最便利的方法，称为方便。这是通俗的说法解释。究竟，方便的东西，往往就是有的人说方便出下流。但是这个它是究竟嘛，它又方便又究竟，彻底呀、啊，不是出下流。不但不是出下流，而且是究竟，是最彻底的成就。所以对于这部经，这些赞叹之词就是广大圆满简易直接方便究竟第一稀有难逢法宝。这些话都是如实说的，不是感情的关系。夏老师，我汇集了这个经，我就用一些美丽的词句来赞叹一番，那是不行的。所以我们就是要用理智代替感情，一切都不是感情出发呀。那这个第一稀有难逢法宝是谁呢？就是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。在这地方我们就是顶礼这个经，这个经题也就非常殊胜，是两部现成的经题凑在一块。大圣无量寿庄严，这是一部经，这是宋译最后翻译的。无量清净平等觉是汉朝翻译的名称，所以把宋译的名称搁在汉译的名称的前头，自然而然成了这么一个名称。成了这个名称之后，就说这是大圣的法，人法欲都有了。这个法是都广泛救度的，不是小圣，无量寿，这就是我们的本体，彼土的佛，这是人。庄严清净是法，大圣是欲，平等觉又是佛。这个意义，这个经题要讲起来可以很深，而且很自然。所以这部经是我们三十二拜顶礼的对象，所以经是可以供的，可以礼拜的。在日本我到处都看见南无妙法莲华经，有好多日本人就念南无妙法莲华经。经题，念经题都是有功德。这个地方拜这个经，
刚才拜了佛，拜十方佛，这个地方拜这个经。南无